那只会也加鼻涕啊！滚中我，好啊，你两个人什么先解释？ 李文珍啊，李文珍有个公信啊，就伊讲其实这两天你已经甲你的前女友见过面，而且你讲你要伫公司加班，也是骗我。对啊，而且吼，李文珍佫甲阮姐姐讲哦，讲恁前女友吼，生啊足水的，身材足好的。 恁两个人兴趣拢做伐，定定做伙跳舞，两个人足有默契，看甲边个人哦拢说好。夏纯，你是不是真要紧我甲前女友的代志？其实，李文珍甲我讲完了后。 我心内确实是怪怪啊，而且我迄天有问你甲恁前女友的代志，你态度嘛足冷淡。迄天我招你去买物件，你的态度嘛无好，所以我唔吃的。唔吃的乌白箱，我不是讲过啊，这几天我要赶倒。 今麦天气这么冷，钱这么少，啊，赶着是变哪？好，我承认我的前女友是回来啊。 我嘛见过面啊，啊，不过我讲较真清楚，我有保啊，我的囡仔嘛要出事啊，我甲伊无可能。啊，你李文珍想安怎讲，我无法度管。啊，不过我保证，这几天我拢无闲空课代志，无闲到连食饭的时间拢无，哪有可能甲伊见面啊？ 这个case真正这么赶，本来是无这么赶，啊，不过阮太太生日都要到啊，本来想讲带伊出去行行，顺续替庆祝，我只有需要，甲一礼拜工课，两天完成，安尼了解无？别人讲的话无重要，重要是我对你讲的话。 阿通讲好，莫讲着你的前女友，看我搁讲位遐去。哈，为什么开始莫讲啊？专心庆祝我的生日，哈。你是不是对这段感情这么安全感？ 我就是想无，想安怎你的前女友会甲你分手？虽然讲你常常拢隔一个面枪，也毋过你是我熟悉的人内面上温暖、上善良的。你常常拢是一个人独来独往。 不过，你算是上照顾你身躯边的人。愈了解你，我就愈欣赏你，愈熟悉你，我就愈爱你。所以，我真正想无，想找你的前女友，跟你分手。